你快进去。小鬼，你为什么把我姐姐放到箱子里呀？乔治，来不及了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，你也进去。哎呀，小鬼，你放我们出去。嘘，别吵吵，别吵吵。哎，这不是小鬼吗？嘿嘿，小僵尸你好。嗯，我怎么闻到小猪的味道？这附近是不是有小猪呀？没有，没有。那箱子里是什么？赶快打开让我看看。啊，糟了糟了，不能让小僵尸发现佩奇乔治，让佩奇乔治赶快隐身，小僵尸就找不到他们啦。赶快打开啊，原来是空的。哎呀，怎么没有呢？难道我闻错？乔治啊，在这看着，别让小丽从车上掉下来，要是摔下来她会哭的。我才不给你看着呢。你不给我看着，小心我打你。嗯，我看着看着，妈妈上个厕所一会儿就回来啊，给我看住了。真是的，一个狗狗就当宝贝似的。我才是你的宝贝。别叫啊，小心我给你送人。哇哇，告诉你别叫了还叫。哇哇，真是的。来来来，下来。老奶奶，这小狗送给你了。真的呀？哎呦，这小狗狗真可爱。真送给你了，快拿走吧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跟我回家。妈妈回来咋办呢？哎呦，得想个办法。有了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宝贝哪去了？乔治，你给我没看住。乔治咋跑车底下去了？妈妈，有个僵尸把你的狗狗抢走了，我害怕躲车底下了。什么？看我不找他去。睡觉了，乔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赶快打开。得说二号。我先说，猪爸爸的大肚子。二号正确，请进来。嘚嘚嘚，我可以进来了。那我也来说一下，猪爸爸的大肚子。二号正确，请进来。嘚嘚嘚，哦，我也进来了，现在就剩猪爸爸了。暗号我都知道了，不就是说我的大肚子吗？暗号错误。那我的小肚子？暗号错误。我都说两个了，怎么都不对呢？赶快开开。暗号错误，等一分钟之后请重说。你这孩子，你信不信我过去打你？暗号错误，今天猪爸爸不用进来了，让他上沙发上睡。好喂，我们可以和妈妈。凉不凉？嗯，不凉。凉不凉？一点都不凉啊。这下凉不凉啊？是不凉啊。嗯，我是问你盆里的水凉不凉。好冷啊。姐姐，我的手机丢了。别哭别哭，我们去找一找。光头强，你有看到我弟弟的手机吗？看到没看到，我一直忙着砍树呢。奥特曼奥特曼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弟弟的手机呀？没有呀，我正忙着去打怪兽呢。那手机去哪儿了呢？快看我的手机。熊二，你为什么偷我的手机？俺只是想看快看漫画。原来是这样呀，那我们一起看吧。奥特曼哥哥，奥特曼哥哥，那里有个怪兽，我要藏起来。我也要藏起来。大怪兽来了。我也来了。好，你们都躲好，给你们盖上盖子。奥特曼，你看到小朋友去哪里了吗？没看到。哎呀，头好疼。你怎么了，白雪？我为了救一个老奶奶受伤了。不怕，阿姨给你贴个创口贴，很快就会好的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我的头好痛。小奥特曼，你怎么了？我打怪兽受伤了，来，我给你贴个创口贴就好了。谢谢阿姨。哎呀妈呀，好痛啊，快帮我包扎一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抢小朋友的棒棒糖被打的。这好办，看来你还是打得轻。小朋友们快跟我一起打这个坏蛋。哎呦，好痛啊，是棒棒糖。弟弟弟弟，你怎么了？奥特曼叔叔，你快救救我弟弟。他肯定是吃了魔法糖，你快唱一首弟弟喜欢的歌，就能唤醒他。暖洋洋，我迎芬芳，是谁家的姑娘？我走在了那座小桥上，你抚琴奏忧伤。这就开始啊。OK， 苹果 ，Apple，
两个苹果挨两炮。大苹果 iPad。 汽车咔，火车火咔，跑车跑咔，大货车就大货咔。哎呦我的妈！宝贝，检查牙齿一点也不可怕哦，医生叔叔会把我的牙齿全部拔掉的。傻孩子，不会的。小朋友请张开你的嘴巴啊！你的牙齿很健康。刚才那个小朋友为什么哭呀？因为他经常吃糖果还不爱刷牙，所以他有颗蛀牙需要拔掉。原来是这样呀。小朋友要少吃糖果，早晚刷牙哦。我的新衬衣，我的包包，我的新裙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家里进怪兽了吗？你是谁？怎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是大头呀。你又是谁？我当然是大头呀。怎么有两个大头？哪个才是我的儿子？爸爸妈妈姐姐，我才是大头，他是假的。爸爸妈妈姐姐，我才是大头，他是怪兽变的。哼，不但长得一样，连说话声音都一模一样，到底哪个才是大头呀？妈妈你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弟弟大头最喜欢唱歌了，你们每人唱一首歌，我就知道哪个是我弟弟了。我先来唱。跨五千年，我上依旧复健，战火里的容颜触动心弦，不灭的思念梦穿无畏的弦，和你今生永远齐心间，别唱了，你是假的，我弟弟最爱学习了，他是我弟弟大头，你肯定是怪兽变的。可恶的小外星人，敢来我家捣乱，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你。我有一只小猫头。狗狗你别害怕，我这就想办法来救你。哎呀，谁把井盖打开了？哈哈，又做了一件好事。哎呀，你怎么把井盖关上了？我的小狗狗还在下面呢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的小狗狗在下面。哎，太好了，我的小狗狗救上来了。哎，这回可以把它关上了。哎呀，你又把梯子忘记了。爸爸，你喝的什么呀？爸爸喝的是可乐。爸爸爸爸，我也想喝。你看这上面写的，小孩不能喝。哼。宝贝，你吃的是什么呀？我吃的是屁屁糖，给爸爸吃一个呗。爸爸，你看上面写的，大人不能吃，小孩才能吃。哎呦我的妈！请排队检票入园。阿姨，给您票。阿姨，这是我们的票。阿姨，开下门，我也要进去。小朋友。你的身高需要买票才能进去哦。这孩子哭什么呀？妈妈不是去买票了吗？走吧，进去吧。妈妈刚才凶我。宝贝不哭，宝贝不哭，你妈妈是个坏妈妈，我们不要妈妈了，有奶奶就够了啊，奶奶疼你。老公，你妈妈是个坏妈妈，我们不要妈妈了，有我就够了啊，我疼你。噜噜啦啦啦，洗洗搓搓转个圈，我要洗澡啦。洗完澡了，穿衣服了，穿上衣服帅帅的。宝贝，这个是妈妈的衣服。那我穿这件。
件吧。哎呦，我的好儿子哎，这个是爸爸的衣服，爸爸要穿去打篮球了。嗯，那我的衣服呢？我的衣服去哪里了？妈妈，我的汉堡。哎呀，我的奶茶。追，快跑！妈妈，他在这里。小朋友，你怎么可以抢东西呢？阿姨，对不起，我迷路了，我好冷，好饿呀。啊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快别哭了，跟阿姨回家吧。